在過去的一個禮拜，啟德郵輪區有一個樓盤創了尺價和總價的新高，總價賣了1億6700萬，而個尺價賣了61354元，以口價是買了一間8座天台特色單位，全層一户，實用面積是2729呎，有一個內置樓梯上到去天台，最大特色就是望住個維港海。除了呢間有成交，其實佢普通分層都成交了一間，車價大概30000元一尺，總價大概2700萬左右。今日同大家睇咗呢間普通嘅分層單位，大概都係2700到3000萬之間，實用面積係902呎，3房連士多房嘅間隔。入嚟就會見到一個客廁混石面啦，好企理。再行前啲就有一個長形嘅廚房，分兩邊工作台面，收納量同埋工作台面都夠多。盡頭係一個工作平台。再轉翻入嚟係一個女子廳，客廳就比較寬闊，長7.7米，最闊係4.5米，外連一個長露台。廳嘅一側係一間睡房，望出去全海景。露台用趟门，行出去的空间都挺大。厅的另一边是第二间睡房，这间房就小一点，可以作为工人房或者士多房，有窗的。最后我们看一间主人房，长3.8米，阔2.4米，都是一个落地玻璃窗，有自己的套浴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